官徽章的呢？啊，徽章啊，不一样的啊，不一样，四个不一样的，就是，就是传统啊，中国传统，这个运动员之间就是还是友好的互相互动。他赛前的时候就跟我讲，他说那个他问问我是哪儿的人啊，然后喜欢哈尔滨，对，然后我家就哈尔滨的，对，然后他还知道冰雪大世界，对，欢迎这个就是以后然后过来玩，对。